边滨河大道吗？上面写。Attention to the vehicle ahead。滨河大道，滨河大道，滨河大道，再往左拐就是深，不是，再往右拐，搞不清楚了。前面右拐。右拐还是右拐上？上深圳大道是吧？上深圳大道。深圳就直接走。靠右前方行驶。我那个手，我的妈！右前吧，你们该拍的东西都已经拍到了，还要拍什么？靠右前方行驶。你就开你的嘛，反正我就拍着。你是不是有强迫症？你为您切换路线。前方往右走。我前面加速搞一个。270米后靠右上坡，出滨河大道，进入广深竹子林立交往深南大道至四出口方向，靠右上坡，往深南大道至四出口方向，前方匝道限速30。